远一点就还好。大家可以到脸书，UU 的官方脸书，然后等等可以抽购物金，而且是只要留言然后分享就可以抽购物金。嗨，要等 IG 的朋友来脸书，来了吗？Lee、Maggie，等等可以准备来抽购物金。然后今天的来宾是。Zoe，对，你可以跟大家打个招呼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Zoe。然后 Zoe 平常应该是穿 S 或是 M 号，对，S 或是 M 号。她比我再瘦一点，还有是，啦，想揍你哦！你是妞，好，我记得了。Hi Christina，又见面了。Hi，已分享蛮好，等等就来抽。然后我跟 Zoe 现在的上身，然后都是 Bonnie 生日活动的优惠，就是有5折、7折、8折，而且活动只到明天晚上9点，所以大家要把握机会。已分享吗？可以请来宾直接套白色网纱上衣吗？可以，我去找。好，白色网纱，可以直接帮我套。你可以帮我跟大家聊一下天。嗨，我是周颖。大家已经分享了吗？抽了吗？有想看什么吗？可以看背后吗？好啊，背后是，它就是一件平口的，然后我觉得蛮好看的，蛮意外的，就它不会蛮提臀的，而且一般桃红色就是平常穿起来都还蛮赤裸的，但是这件穿起来很好看，喜欢。请问来宾腰臀围，我的腰好像是 Zoe 跳蛙大大，我的腰围好像是26，臀围其实我不知道，谢谢，臀围我不知道，臀围，拉拉我的臀围是多少？三十。不知道，但是我不是那种很瘦的女生啦。对，可以试穿紫色的 basic sleeve。等一下，帮你换。好，我正在抽了，好。好像很多人留言，所以现在要抓一下大家的留言。然后来宾现在穿的是 S 号，然后你的罩杯是应该是32C，32C。然后来宾现在穿的是 S 号。它就是蛮紧的，那它不我会去掉下换一来。套。好。哎，刚刚他们有说想看什么？看简单 AP 吗？想看，刚刚有一个什么大家紫有想要色，看什么吗？可以跟这我个说，然后我去找。紫色的 Basic Sleeve 跟驼色的 Normal Light Pants，你也是第一次。好好好，180位，我们就抽，再抽3位300。好，等一下180位抽3位300哦，180位抽3位300哦，大家可以去 UU 的那个粉丝直播、脸书直播抽购物金哦，IG 的朋友们。身高体重，我的身高体重是165公分，52公斤。抽中了要怎么领取呢？抽中私讯悠悠的那个脸书就可以喽。抽中的私讯那个悠悠的脸书就可以了。对，接下来是180个抽300，三个吗？什么？300，三个。
对，180，然后抽300个。对对对，大家留言跟分享哦，180个抽。他们说可以穿 no problem trouser， 是不是刚刚没有的那个啊？嗨，欢迎大家来，大家好。现在150位，还在150位。我停在150位。请问来宾，黑色上身65D要穿什么尺寸？65D 上身吗？对。D 的话建议都是最大号，因为我是34D，然后我是买的 L 号，但是 M 号也可以，就是会比较集中。看你要集中还是全。看你想要集中还是出事、欸、如果是低的话，是 Serena 是建议穿最大号。这件 bra top 是棉的吗？哎，好像，这件 bra top 是什么材质啊？我来认真帮大家摸，借我摸头摸。好摸。我来帮你们摸摸看它跟那个。我觉得泳装套装再更滑一点，但是你如果只摸这个，它其实也是滑的，但是它更滑，两个都是滑滑的材质。他刚才有问说能不能穿什么洋装，是哪一个洋装？往上看一下，往上看一下，是紫色白色那个洋装吗？绿色，对，不知道。他说来宾可以穿，这边看一下，还是可以再帮我留一次眼。然后现在我穿就是刚有人想要看的西装裤，然后我是穿黑色，它这一件是里面做开叉，就是你这样走路的时候就会看到那个开叉，就很好看。我刚刚是不是有穿这个的杏色？对，刚刚肉也是穿杏色，然后奶茶杏的那个颜色，然后我现在穿的是黑色。哎，快要170了，大家加油！170可以抽4个哦，可以抽400，对，2位，哦，2位，400两位，乱讲。可以穿新品短版背心。200，怎么突然那么多？好，我来抽，大家等我。3位好了，好不好？3位，大家现在赶快，还没留言的赶快留言，还没分享的快点分享。我现在要抽400，3位可以吗？然后大家抽到了记得私讯、脸书就可以了。祝你们都中奖！大家等我一下哦，因为他要抓一下留言。400，等他跑一下，他在抓留言，大家赶快留言。哎，我其实不知道你们留越多会不会。好像会耶，我觉得他会耶。现在有929笔留言，所以你如果就是多打一些，应该好像有机会抽中。400，3位。我要抽咯，可以吗？新品太少，我今天去拍照，我也觉得新品好好看。抽出来了，第一位是 Chan G U C H A N G， 然后 G， 然后 Y U， 第二位是 L I U P I N K， 哎，刚刚是不是有问我可不可以穿减3公斤的那个 Pink？ 然后第三位是 C A I X I N W E N G， 这三位是400。恭喜你们！
我的 IG 是什么？Zoe C H O。